是尤米大，今天我要拍的影片就是做寿司。我准备的材料就是紫菜，还有美乃滋，还有木鱼花、鸡肉丝、饭、wasabi， 还有蘸牛。我们现在开始咯。只需要把饭翻到一半，就可以翻木鱼花，还有鸡肉丝。就是老师他这样卷一卷哦，就是这样子好了。现在把它放去碟子，叔叔已经完成了，弟弟也已经睡醒了，现在我们要吃掉它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